咱俩啥时候在一块儿的？啥时候在一块儿的？咱俩下一秒就到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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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鹏飞，你怎么每次都迟到？就等你了，快走快走，饿死了。回来。你今天真漂亮啊！你今天咋穿这样啊？干啥？你以前不这样。你那啥意思啊？这个大金留子，是我奶留给我妈，我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。 把他偷出来了。哎，王腾飞，你没病吧？你快起来！咱俩一起经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我觉得今天天气挺好，也没刮风，也没下雨。我决定把他带在你手上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不愿意，快收起来，起来那人又拍你，你没看见，不嫌丢人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你俩啥时候在一块儿的呀？我也想问呢，哎，咱俩啥时候在一块儿的？啥时候在一块儿的？咱俩下一秒就可以。哎，那总裁王飞，你恶心死你！哈哈哈哈哈！王飞哥，嗯，你咋判断出来了人家是喜欢你啊？你就直接上去亲人家去了？你看，你看。 太勇敢了，你真的。我觉得你是不是误会了点啥呀？嗯，不可能误会。我觉得男女之间这点事儿，都是你情我愿的。你就是害羞，你就是不勇敢。你像我一样，你勇敢的，大声的说出来，你爱我，就像我爱你一样。不是我不勇敢，爱这个字儿对你说不出口。 真的说实在的，我挺崇拜你的，我就没有你这点勇气。我要有啊，我早找着对象了。你就学吧，学会了都是你自己。主攻婚恋 APP， 你看你们几个谁证明了？我，你不算，你结婚了。你整明白了，你咋还回来呢？我结婚了，我结婚了。这下雨哥没回来，哎，他整明白了呗。我觉得下雨哥这个人超级好。 你才是他一天吧？我觉得他又帅，性格又好，然后他今天对他今天叫我用打印机一叫我就叫了半小时。不是妈妈，嗯，你结婚了吧？我结婚了，但是我觉得楠姐你可以考虑。下雨哥真不错。拉倒吧，拉倒吧。小屁猴，下雨。你不是发朋友圈跟同学吃饭了吗？就过来接你了。都是我不好，不应该丢下你一个人不管的。 看，我给你买了长气球，以后老公在家给你吹小狗，好不好？嗯，原谅我好吗，老婆？老公，哎呀，我怎么看到这种场面了？你看不了，你出去，我爱看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公，人民警察，开车。哎，那个，我们没开车啊，没开车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好，警察同志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哥。 哎，啥眼神啊！你这叫老弟，你太正老师好，张超那小子一看就发育迟缓，面黄肌瘦，以后长不高的样子。张超啊，嗯，长这么高了？咋？他以前挺矮是吗？哎，张超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老板，这个都是我的新同事，他们对我可好了。我们今天一块吃饭，唱歌跳舞，我们还喝酒。张飞，感谢大家。